旭阳。哇！我们到七美国小这边来，要完成的一道任务。今天玩一家，好，今天玩一家。主人一到，这小米现在因为这个年久失修，已经有点斑驳，我们要回复它另外的风貌。你们真的算是做工的人了啦！带大家去看夕阳。哇！我们到七美国小这边来，要完成的一道任务。今天玩一家，好，今天玩一家。主人一到，这小米现在因为这个年久失修，已经有点斑驳，我们要回复它另外的风貌。你们真的算是做工的人了啦。最好的主持人，对，结合大家的颜色，如果大家有来这个地方的话，可以从头开始走的，对，发现一下我们的小彩蛋。一个英文字母 ，OK。你们看着我打的时候，也可以知道到底是怎么。没问题。好，我们把最简单的 L 给威廉。好。简单的 L 啊 ，L 给威廉。我没有这样。我帮你完成。那 Y 给 Alan 哥。感觉我们要完成一件很酷的事情。对啊，桥是连接大家的心的一个重要的友谊之桥，而且我们。有这个黄黑黄黑，代表我们是一起八个人经过这条路，然后到达这边算是宪哥代表的，而且宪哥他是我们的底座，而且宪哥都常讲说我们的工作是为大家服务，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真的是为大家服务，让这边的观光促进。我们等一下再飞一次，看一下这个字形出来是怎么样。我先把工具先收到两边去，好，收工具啊。来喽，各位！哇！好，我们现在已经大致差不多完成，大概有七八成，很棒，嗯，漂亮。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就是点缀的，另外一个打卡点的意义，我们各自的部分，各自的部分，好不好？这个就是要看大家的运气，嗯，没错。最赢的话就是八条，剪刀石头布，脚手布。夹手布，有没有？没有，刚刚没有夹手布，夹手布，有。啊，我输了。来，你们先猜。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你八条，你七条。剪刀石头布，碎。剪刀石头布，夹手布，碎。夹手布，六条。脚手布，五条、四条、三条，来，剪刀石头。比较会画的，可不可以最后一条？比较会画的，可不可以最后一条？一条，可以有。哎，我讲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头脑有一直说他，他的第一条就画花。会寻寻觅觅的那一条，而且你要在我们全部选完颜色之后，他在我们全部选完颜色之后，你才可以选剩下的。那只有一格，也不能画自己的。不行，快就涂完了。对啊，那你就等到最后了。公布各自自己的颜色，哎，不要自己调哦，自己调。来照一下顺序好不好？8、8、7、6、5、4、3、2、1。来，我们第一名的八条什么颜色？我是福尔摩沙绿。所以，那我要来个天空蓝好了。好，要个宝宝紫。来，宝宝紫啊，那我宝宝粉好了。粉，那我什么颜色？宝宝橘。等一下，你的紫是哪一种紫？我是那种淡。没有，可以，你只要不要跟他颜色是一样就可以。你想要？我想要 BTS 紫。来，我帮你想一个超屌的，护目漆的咖啡色，护面都你的，你再从头到尾再去刷一遍，就两遍了。
全部都是你。不要说，我们叫乌木咖，乌木咖。可以有点选择权吗？这个蓝，咖绿，这个好了，没关系的。Tiffany 蓝 ，Tiffany 蓝 ，Tiffany 蓝了。他那边的 Tiffany 蓝，你两个你要多加点力啊。那我蓝先画完，你才可以确定你的对了。不能偷我蓝，我才两条而已。然后你突然觉得他调绿色很好看，嗯，你可以用他的哦，我是有优势的，你是第一名，你是第一名，你是有那边要什么色啊？不要调，不要调，没有最后的。要带钱对不对？要。哎，这看一下 BTS， 而且你前面都给你装一点走。你就在等这个？觉得好吃包。对啊。很好吃。要再带吗？你戴墨镜看不出来，好像哎，我看一下哦，好像是要再淡一，好像是淡一点点会更好哎。但是这个先给大哥。你干嘛？你想好？当然了。没有，你们就这一桶直接分一半，然后你的再加点白就可以了啊。这纸好漂亮啊。这纸还不错。对啊。好，我这个可以。这个纸不错哦。OK 哦。满意。这个颜色还不错。什么时候不赢赢这个油漆？我代表的是这个天空蓝，喜欢我的朋友起码很好找。你的紫色是怎么调的？那个白色的加普星调的。普星调，哇，普星厉害。耶，好看的，好看。等一下大家都会经过我的紫，希望不要踩到。你几个？三个啊。哦，那也不多哎，其实。那你几个？两个。那更少哎。对。我来了。你是什么颜色？紫色啊！哎，他就学我。哎，好不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呢。各位观众朋友，如果看到这个紫，也可以 tag 我哦。对对对，差不多。就顺便。我们打混战是？对对对，这样子他们可能会 tag 错。橘色出来了啦。太淡，但是 OK 啊，这个橘色 OK。哎，你这样，你这个涂颜色涂上去很显的，就是很亮。只是这亮没有，也就两个。我其实觉得蛮完美的，虽然我们一度觉得那个颜色配色会有点危险，但是这样子看起来是我觉得很棒，就是从上面看也漂亮，然后从这边看过去也漂亮。就是希望来这边玩的游客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一次的绞尽脑汁的艺术的一个诚意。我可以撒一点白色吗？可以。哇，真的可以哦！啊，还是我加一点你的颜色。你要怎么加？看起来很像就是不小心游戏打。对啊，没错。哎，你不要忙了。啊？你不要忙了。他们决定等一下还是会盖蓝色的过去。不行，这是我自己的。你这真的很像呕吐还是什么的？不行啊。会吗？真的不好看。我要生气了。你要生气吗？不能，又没有玩游戏，干嘛生气？啊！但这样感觉就更笨了哈。我其实就是要故意要这样子，用一种晕染的感觉。哎，我觉得很好看哎。哦，普星用一个渐层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很好看。有油漆的笔痕，蛮有创意。就算只有一格，也要发挥出它的创意，对不对？几乎要发挥到淋漓尽致。没错。然后就这样子，最后的。最后的啊，对对对。大家拿自己的颜色丢一点进来这边，因为最后一个颜色比较特别。来，现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刻。我们把所有的颜色都集结起来，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颜色。后面的紫色跟你的紫色。希望等一下大家如果有机会来的话，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到最后被我们调成什么颜色。好了。一块，一块哦。我觉得每个人要一笔，要不要？好。哇。帮我从这边跨过去哦。可以啊。我们大家八个人当中，心目也有一个是留给我们最好的主持人。嗯，对。结合大家的颜色。如果大家有来这个地方的话，可以从头开始走。对，发现一下我们的小彩蛋。